sing, da da sing ting, wei zi ba wei, qi qie zhong sheng, qing zhuan miao fa lun, jia da wo men, ru he liao sheng tuo si Li ku de le su zheng wu sheng。这个一两种，十五种，住也有五种。这衣食住啊，是修道的人也不能避免，所以呀、啊。在修道的人呢，就把它定成了十二种头陀横。这个住的五种，第一种就是住恶念绕处。什么是恶念绕呢？就是在那个人很少的地方，也很少人到的地方，很寂静，寂静处啊，梵语叫恶念绕，此人叫寂静处。这个寂静处啊，就没有一切的这个杂乱的声音。有一句徐语说，眼不见，嘴不馋，耳不听，心不烦。好像你这个人呢，想要吃什么东西，你看见了，这个食欲就生出来了，食的这个欲啊就生出来了，就想要吃，口里啊就馋了。耳不听，你耳朵要不听见很多杂乱的音声，心里也就没有烦恼。在寂静处的地方呢，就是很容易用功修行啊，很容易入定。这第一啊，要住恶念绕处。第二呢，树下住。修道的人呢，在树底下住。住可是住啊，在每一个树底下住不超过三许啊，住两许啊就搬家。为什么呢？你要住过三许啊，就恐怕有人来供养了啊。因为行陀陀横，不希望有缘法，不希望有人呢来供养丰富的饮食，所以呢在树下住。第三种，在露天住。露天就是啊，也没有树木，也没有啊房子，就在那个陆地啊打坐，在那住着。第四种啊，你说在什么地方住呢？在坟墓住，在那个坟墓旁边，住到坟墓旁边去。这住在坟墓旁边呢，自己能有一种啊警惕心。警惕就自己呀、提醒自己啊，你看见这个人是个死人呐，我将来和这个人也是一样的要死啊，
如果不修道，死的时候来了，那怎么办呢？嗯，还是糊糊涂涂的就死了。这有一种啊，对峙的这种关系。在这个坟墓旁边住，自己就不会懈怠，不会啊懒惰，不会乱修行。第五，邪不着习住啊，这个坐总是常坐不卧，现在常常坐着，不躺那睡觉。因为啊，这样才能用功修道，不懒惰，不怕苦。这是五种住的头头恨。那么迦摄尊者呀，他不单呢修行一种头陀横，他这十二种头陀横啊，他都去修行，不单都去修行，而且还都修行的非常圆满。他呀，就200多岁那个时候，老的到200多岁了。佛呀看见他都很不忍心的叫他修这头陀，对他讲啊，有一次迦摄尊者去见佛，佛就把他所坐的这个座位啊分开一半，就叫这个迦摄尊者呀、在他旁边就坐下了。佛呀对迦摄尊者就讲说，你呀年纪太大了，你现在200多岁这么老了，你不要心头陀横喽，你呀休息休息好了、太辛苦了，年纪老了太辛苦，受不了啊。迦摄尊者笑了一笑，也没有说是啊听佛的话或者不听佛的话，没有说。那么但是啊，他回去还是照常听头陀横，一点也不改变，完事啊修这十二种头陀横。佛知道他还是照常修头陀横，这么老的人还是这么精进，这么用功啊，也没有说、我年纪太大喽，啊，佛都叫我休息了，我不必行头陀横喽。嗯，他还是修他的头陀横，所以佛非常欢喜。佛说啊，我在我法之中啊，有这个迦摄摩诃迦摄，他能以啊行头陀横使我这个佛法久住世间呢，他是对佛教里头最有贡献的，非常赞叹的。那么因此啊，所以大家就说迦摄尊者他是头陀第一。那么这十二种头陀横啊，它是出家人呢所修的，有一个在家人呢，他就啊这样来问，他说这都是出家人呢修行的头陀横，俺们现在都是在家人，没有出家，你对我们讲这头陀横有什么用处呢？
这一问呢是很有道理，在表面上看来是很有道理，再往深了一层讲就很愚痴的一个问。为什么呢？人呢在今生你没有出家，你怎么知道你在前生不是个出家人呢？你怎么知道你就在前生没有修过这十二种头陀行呢？你在前生修过，今生啊忘了，所以我现在不得不告诉你呀、啊，这十二种头陀行是你已经修过的，这是一个道理。那么你今生就算你呀、啊、是个在家人，前生也不是一个出家人，你又怎么知道等到来生你不会出家呢？或者在来生啊，你的机缘成熟，这个菩提种子种下在今生，你的功德呀也圆满了，等到来生啊，你就出家了。你出家呀、啊，以修行这十二种头陀行，觉得很熟的，觉得呀、啊、很相应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今生听过，所以啊，来生对这一种的头陀行啊，是很欢喜去修行的。所以呀、啊，你。或者在过去种的这个善因，今生有这个善果；或者你在今生种这个善因，来生结这个善果。所以呀、啊，谁也不能说谁永远都是一个在家人，谁也不能说谁永远都是一个出家人，谁也不能说谁永远都是一个凡夫。凡夫将来都有成佛的机会，所以呢，你听一听这十二个头陀行，你将来是会有大用。
有一些个断肠外道和他来辩论，就说呀，说你佛教里的人说是有六道轮回，人死了还可以脱生做人，互相轮回。我认为这个理由啊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你说人死了会有轮回再来做人，那么我没有见着过一个人他死了之后啊他再回来到家里给送个信。那么没有人到家里给送信，你又怎么能知道这个人死了还能做人呢？这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啊，这人死了就像那个灯啊灭了似的，不会再有来生了。就是有来生，这也是个想象的来生，并不是啊真的。你是这么一想啊，大概会得有来生吧，这是人的一种啊假设之词。这个尊者听这个外道断肠的外道这样一讲，于是乎啊就对着外道说了，说人死了他没有回来啊，这个我先不要答复你，我呀问问你，譬如这人犯了罪了，被政府啊把他拿去啊放到监狱里头，这个人是不是他愿意回到家里来就回到家里来呢？还是不能随他自己的便呢？外道说啊，那人犯罪了捐到监狱里了，他就没有自由了，所以不能愿意回家就回家的。这个迦旦院说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人死了到地狱里不能回来，也就是像这个人犯了罪到监狱里不能回来一个样子。在这个生的时候到监狱里头不能自由回来，那么人死了到地狱里，那么更不能随便你愿意回来就回来了。外道一听说哦，是啊，有这么个道理，你说这个对，可是到地狱里这人不能自由回来，那么要升到天上去这个人是很自由的，怎么也没有看见的在天上的人再回来给他家里送个信，说是啊我昨天已经升了天了，你不要挂虑我了，不要挂着我，也没有人给家里送信。那么由这个证明啊，升天这个事情也是靠不住的，也是没有的啊。要是有的话为什么他不回来给他的亲戚朋友送一个信呢？
贾大院说，你讲的很有道理，可是我再给你举一个比喻，这个人呢没有小心掉到厕所里边去，可是啊，咱们要知道这个厕所不是现在这个俺们的水厕，这个厕所当然人掉不进去，没有法子掉到厕所里去，因为这个厕所是小人是大的东西。这个厕所呢是说的那个那古老的那个粪坑，那个粪坑呢上面躺几块板，那坑里面大要能有一间房子那么大，那个粪坑就睡觉那个睡房那么大，上边躺几块板呢，人这个大小便呢就踩到那个板上呢大小便，然后这个板呢回得烂了，回得呀没有放稳的，人到那个厕所上啊就掉这个粪坑里。他说譬如有的人呢不小心掉到这个粪坑里，从这个粪坑再出去，出了这个粪坑之后，会不会再认为这个粪坑啊这个滋味不错，再跳回来到这个粪坑里，有没有这个道理呢？外道说不会的，这人呢要是从这个粪坑里啊出去之后，再永远不会回到这个粪坑里边来了，因为知道他这个气味是不好的。摩诃迦旃也说，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啊也就好像在一个粪坑里一样啊，这个气味也不好，等到升到天上去呢就好像出了这个粪坑的人一样，所以不会呀再回来的。假设他要回来，从这个天上再回来，也要啊经过一个时间，因为什么呢？这个天上一昼夜呀，刀立天就是33天的，这个一昼夜就是人间100年了。四王天一昼夜是人间50年，刀立天的一昼夜呢就是人间100年啊。迦旃院说，譬如这个人升到天上去了，他最初升到天上在什么地方住，他要安排他家里的事情啊，就过了1-2天的时间。等到第三天就300年了，这300年的时间他再回来，你早已经死了，你怎么能知道他回来呢？所以呀、啊，这你没有法子知道的。啊，这个摩诃迦旃院他的辩才呀、啊。就是这个样，所以一般的外道断肠外道，指断的指肠的这个外道，和他一辩论呢就输，就不会胜利。这位尊者他迦旃院还有一个意思叫什么呢？叫善绳。善呢就是这一把扇子的扇，绳呢就是一条绳子的绳。因为这位尊者呀、啊、他出世没有很久，他的父亲呢就死了，他父亲死了，
他母亲呢就要改嫁，要去啊重婚，可是因为有这个儿子就好像一条绳子啊把他绊住了，他不能走了，所以有一个名字就叫善绳。又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好肩，因为他那两个肩膀啊，这两个肩膀生得非常美丽，非常好看，所以叫好肩。又有一个意思叫什么呢？叫好思，就是他思想最好。因为什么？他思想最好，因为他会有辩才啊，辩才无碍。这辩才呀，有四种辩才，有法无碍辩，这说法呀没有障碍；有意无碍辩，这个讲这个意思啊没有穷尽。词无碍辩，词啊就是言辞的词，他说这个话说的言辞没有障碍，还有乐说无碍辩啊，或说法呀乐说无碍辩，他有这样种种的无碍辩才，所以呢在诸大弟子里边他是啊论义第一。过去西罗这一位尊者就是舍利弗的舅父，俱悉罗也是梵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大喜事。言其他这个家里的人呢，这喜盖都很大，所以就叫大喜事。他也是善于辩论，为这个想要啊胜过他的外甥，所以到啊南印度去学啊这个外道的论义。学这种外道法呀，他吃饭也是很快把饭给吃完，喝水很快就把水也喝完，一天到晚都是学习呀、外道的典籍啊，就连这个剪手指甲的时间都没有了，没有时间来剪手指甲来修饰他的容貌，所以呀、这个手指甲长得很长很长的，一般人就叫他长爪繁殖啊、他这个这种因缘呢前几天已经讲的差不多了，所以啊今天不必再详细讲它。离婆多，这个离婆多翻译过来啊叫这个房许，房许呢就是二十八虚第四个星许，
叫啊防日兔。这一个为什么叫防许呢？因为他父亲母亲呢像这个二十八虚这个防许的星星啊来祈祷求儿子生的这个儿子，所以就叫防许，叫星许。这位尊者又有一个翻译的意思，叫什么呢？叫假和合。什么叫假和合呢？因为这一位尊者有一天他就啊到外边去游玩，游玩呢天气黑了，黑了回家大概是也来不及了，并且各处玩玩了一天也很辛苦很疲倦的，于是乎在路边上有个亭子，他就在这儿在亭子这儿睡觉，想就在这儿睡一宿就再说啊，在这一想睡觉的时候就来了两个鬼，一个大鬼一个小鬼。这大鬼呀、啊、身量大得不得了，这个小鬼呢这个身体小的很小，一个大鬼一个小鬼。大鬼哦青脸红发巨口獠牙啊，那口非常大，牙呀像那个象牙似的嘴外边，这么很难看啊！一看见这个样子啊，就恐惧的不得了。这小鬼呀、啊，也长得样子更丑陋啊！他七八家子都搬到一起去了，可眼耳鼻舌身口啊，哈、啊，都长到一起了。你看还能看这两个鬼呀、啊、抬着一个死尸就问这个离婆多，问这个离婆多说，你说我们两个人吃这个死尸好啊是不吃死尸好？意思间他要说吃死尸好，这两鬼就要这样说啊，你说我们吃死尸好，这你是啊叫我们吃死尸，我们单不吃死尸，我们要吃你，意思间呢就这样。如果说不要吃死尸，那么说吃死尸不吃死尸好，那么两个大鬼一个大一个小没有东西吃还是要吃它。所以无论他怎么样说自己呀、啊、也要被这两个鬼给吃了啊。他在这个时候啊哎也不说吃好也不说不吃好，就不答复他们这个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这个大鬼呀、啊、就把这个死尸的两条腿就给吃了，这小鬼呀、啊、就把这个离婆多的两条腿呀、啊、给用力一撑就给撑下来，又把这个死尸呀、啊、给两条腿又给补上了，那么又吃两个胳膊，胳膊给吃了，这个小鬼也把他这个两胳膊给拉下来补到这个死尸身上，
啊，这个大鬼把死尸给吃完了，小鬼把他这身体也都给撕开了，又把这个死尸给补起来。补起来呢，他自己现在就这么想啊，我现在没有身体了，我身体被小鬼给我都扯补到这个死尸的这个尸体上了，我现在不没有身体了，自己第二天就各处啊走，见到一个人就问人说，喂，你看看我有没有身体呀、啊？这个人看看。什么叫你有没有身体，也不知道他是说的什么。啊，明明你有个身体，怎么要看看你有没有身体了？啊，碰到一个人他就这么问，碰到一个人就这么问，说你，哎，你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身体了？我这个身体自己不知道有没有，就问人，见着一个人问一个人，见着一个人问一个人，把这。通街的人都人人也都不敢接近他，这个发癫狂的人，这个人也不敢接近他，但是他要听他问人，可出问，问来问去见着两个和尚，就问说，喂，你这两个沙门，你看看我有没有身体了？这两个沙门啊，是谁呢？就是两个正果的恶罗汉，一看啊、哦，这个人现在他是因缘快成熟了，也将来要证到无我的这个法身，于是乎就对他讲说，这个身体呀、啊，本来是因缘和合而成，因缘别离而灭。也没有一个是你，也没有一个不是你。你说的，哦，他开悟了，开悟于是乎就出家了，出家呢就正果了，所以呢又名叫假和合，啊，假和合，假就真假的假，和，这是这个离婆多尊者，周立盘陀切，这个这是两兄弟，这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叫大寂道，弟弟叫小寂道，在印度的风俗。这个女人呢，结婚了，要生小孩的时候呢，应该回到母亲家里去生小孩子。这个大寂道啊，他母亲将要生小孩子这几天呢，就回到母亲家里去。回到母亲家里去啊，他本来是应该早几天呢回去，那么他呀，他也不愿意到他母亲家里去，就等着最后一分钟要生小孩子这一天了，他再不能等了，所以就回他母亲家里去了啊。才怎么样？回他母亲家里呀，没有走到家里，在半路上就把这小孩子生了，所以叫寂道。这个小孩子是在路上生的，在道路上生的。头一个小孩子是这样啊。当他第二个呢，你就应该早一点回去了嘛。他还不早回去，还是等最后一分钟啊，他大人也要试试看，试试这回呀、啊、是会不会再在这个道路上生啊。于是乎啊，
也是等的，将要生小孩这天才回的，回妈家去，回娘家去。又走到以前生小孩子那个地方啊，又走不动了，小孩子在这又生出来了，所以这叫忌道，小忌道啊，在这个半路上生出来的。这哥哥也是这样生的，弟弟也是这样生的，可是啊，同是一样生出来的，但是不同性情。这哥哥啊，就聪明绝顶，非常聪明啊，很聪明，很聪明。这个弟弟，你说怎么样啊？就愚痴的绝顶，绝顶愚痴。最愚痴，愚痴到什么程度呢？愚痴到啊，连半句记啊都记不住，半句记都记不住。佛啊叫他这个五百罗汉呢、啊，叫他念一个偈颂。轮着叫他，今天这个罗汉叫，明天就那个罗汉叫，叫什么呢？就叫他守口奢意身莫放，莫恼一切诸有情，无意苦恨当远离，入世行者可度世。这是啊，守口，守着这个口，奢意就管着自己这个意念，奢呀，就是那个经不有四个意思，那个奢，贯奢常法那个奢，奢意呀、啊，就是总好像持这个意呀、啊，不叫他跑，奢意，身莫放，这个身呢也不要犯戒律。啊，就是身口意这三业的清净，对不对？守口奢意身莫犯，勿恼一切诸有情，你不要对任何人呢，不要令人生烦恼，所有的一切的有情众生呢，你不要令他，因为你要有烦恼，所以啊，勿恼一切诸有情，无意苦恨当远离。那个不合法的这苦恨啊，好像那个吃牛戒也学那个牛的样子，吃狗戒也学狗的样子啊，那个是火外道，以火呀做他们的祖师，是灰外道，就躺到那灰里边啊，把身上滚的一身的灰，但是这是修行了。又有啊，那个苦恨外道啊，睡那个钉的床，这底下钉上很多钉子，他睡到那个钉子上，哇，那个钉子也扎不坏他身子，肉，啊，认为这是修行了，这个是苦，修这苦恨，你看他不图自在，啊，就坐着凳子，也坐钉板，坐那个钉子的板。坐那个地方啊，一定很痛的。这都叫是修无意的苦恨，无意苦恨当远离，不应该修这种没有益处的苦恨。入世行者可度世，像这种呢修行的人呢才可以度世。这五百罗汉每一天叫他读这个偈颂啊，他读了很久的时间，五百个罗汉都有神通，都来叫他读诵这个偈颂，他也记不住这个小偈道啊，也不知道他记什么，人家叫他一遍啊，他也读一遍，叫两遍，读两遍，叫三遍，之后问他说什么来着， I don't know 啊，他说不知道哈，说再叫你一遍，又叫他几遍，再问他
是你自己念一念。嗯，我忘了。就这样，所以被他哥哥气的，你这个东西你有什么用啊，你赶了快回去了，不要出家了。等他赶的回家，赶的不让他出家，你说这个小季道他虽然说是记忆力不好啊，可是脾气很大的啊。怎么样子呢？他你不叫我出家，我死给你看看啊。于是乎啊，就跑到后花园那个树上就上吊去了啊，自己就拿个绳子自己就要上吊。正在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变一个树神，化身化一个树神呢，当然就给他说法，说你呀、啊，你哥哥是你哥哥，你是你啊，他不叫你出家，你可以不听他的啊，你是在这儿好好修行，你就当你死了不可以了啊，你何必又一定要死呢？这么给他说法，他对呀，你说这个有道理，他是他，我是我，他不叫我出家怎么可以呢啊，我哥哥他没有权利不叫我出家。你说回去又回来了，回来释迦牟尼佛啊说，好，现在我来叫你念念这个一个偈颂，念几句，你记不住这个半句偈啊，现在你只记这个调哨两个字。调哨，这调哨啊是扫地的，你记得这调哨扫地呀、啊，你拿这个调哨来扫你的心啊，把你心里的尘土啊就扫干干净净的就可以了。这个小季道一听说啊，这个不错，我拿个调虫来扫心，这个法子是很好的。好，于是乎就记调什么啊，哨，记得调字，把哨字忘了，记个记哨字，把条字忘了啊，两个字也记不住，记不住啊，就是用这个东西来扫心，扫把心里的尘土啊扫干净了的啊。真的吗？一天到晚就念条哨条哨这两个字，你说条哨两个字啊，我们人念佛念天天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心里越念妄想越多啊，他人念这个条哨两个字，他记得佛叫他扫心啊，调扫，要把心里扫干净了的。念来念去，念来没有一个礼拜，赫然间开悟了。哦，这回什么他都懂了，什么都明白了啊，通达诸法实相，比他哥哥更聪明了。所以你们人愚痴的人呢，你要肯用功，肯修行，一样可以开悟的。你不要说我很愚痴的，我看经也不懂，你不懂你就不要看，你就自己呀、啊、看你的心，把你的心看清楚了，你就会开悟了。怎么看心？就是把你心上面的那个妄想呢就扫干净了的，也就会开悟了。这是这个小季道周利盘陀切，也是这个他最愚痴，你看他最愚痴的人都开悟，何况我们现在谁都比周利盘陀切这个小季道聪明的很多啊，都比他聪明。你把最低限度叫你这个调哨两个字不要说叫多了，念一遍你就会记得，永远都不忘了，是不是比他聪明呢？哎呀妈，自己不要自暴自弃，不要自己把自己看小了，不往前用功，应该呀、啊、勇猛向前用功啊，来努力修佛法。我说的再妙的佛法，你要不相信呢，对你也没有益处。我说的这个佛法讲的
对，没有意义。那么你呀，能以实实在在去行取，这对你也是妙法。我说的妙法，你要不实行，对你也不是妙法。所以呀，咱们修行啊，就要在时时刻刻向前去精进，啊，不要向后退，不要生一种懒惰心，这是啊最要紧的。你能以呀时时刻刻就向前去精进，一定会有一天你会认识你本来的面目的。南陀阿难陀，是佛的弟弟，是佛的亲兄弟。他是四月初九生日，佛是四月初八，他是第二年呢四月初九生日。佛有三十二相，这个难陀呢他有三十相，他矮佛四个手指头这么高，这四指比佛矮呀，四个手指头。这个难陀是梵语，翻译过来呀，叫一个，就是一个欢喜的喜，就是个这个喜，叫喜尊者。这是他自己的这个名字。有的经上啊，把他妻子的名字啊，也连到一起。叫孙陀罗难陀，孙陀罗也是梵语，翻译过来这个意思就叫好爱，好啊就是好不好的好，爱就是情爱的爱。这个孙陀罗难陀，言其啊，这个难陀呀是孙陀罗的，这个难陀呀最爱他这个妻子，最爱 孙陀罗，两个人呢可以说是如胶似漆，胶啊似漆，天天呢都在一起，行住坐卧时刻不相舍离，时刻也不相离开。有一天呢，佛就到王宫里来化缘，回到王宫啊来乞食。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孙陀罗难陀两夫妇正在一起这吃饭，一看见佛来乞食啊，这个难陀啊就给佛去啊添这个钵，把这个钵里啊添上这个菜饭呢，这就供养佛。他把佛这个钵拿回来了，又给佛装满了饭，就送给佛呀。往出送饭的时候啊，他太太孙陀罗就说：“说你去给佛送饭呢，我现在吐一口啊，这个吐沫，到这个地下，你要不要等这个吐沫干了，你就要回来。如果吐沫干了，你再回来啊，我就要罚你了。”跟难陀说好，他们就拿着这个钵给佛送饭去。你说佛怎么样啊？就用了神通，
佛就往后退，那个难陀就给送这钵饭呢，就这么拿着这个钵饭呢给佛，佛就往后退呢，他就往前走，走了没有几步呢，他脚的没有几步，已经就到奇树剃孤独园了。本来乡离的这五里路也远，